注意看，全球车市真的太狠了，让台湾几乎所有日系车厂全都喊出涨价潮。像是台湾本田最新公布在台上市的三款车型，全部车型售价将自2023年2月1日起调涨，其中 CRV 调涨20000元， HRV 调涨20000元， Fit 则调涨10000元。这次在和泰车开出第一枪，宣布2023年起将调涨五款车售价后，包括裕日车、现代汽车、中华三菱也全都跟进，台湾本田也跟着涨价风潮一起调涨。其实台湾本田在2022年早已针对 CRV 全车系 Fit 油电车型调涨过价格，至于 HRV 则是在2022年才进行大改款，比起旧款 HRV 车价也有所调涨。这次台湾本田再度针对2023年是进行全车系调涨，值得注意的是调涨的时间点刚好就在农历年后。同时台湾本田也确定车价调涨以领牌日为准，也就是2023年1月31日前领牌交车的消费者仍是用调涨前的原售价购车，但到了2月1日起领牌则采用新车价。除了涨价外，2023年台湾本田将引进的车型也让人十分期待，例如已经确定将在2023年重返台湾的 Civic 车系将会以进口方式导入油电车型，至于定价绝对是关键所在，还有全新大改款 CRV 车型也预计将在2023年现身台湾。至于性能迷最爱的 Civic Type R 车型是否也在台湾本田的引进清单当中也十分受到关注。台湾本田全车系新车价格自2023年2月1日起分别为 CRVS 117.9万元调涨2万元， CRV VTIS 107.9万元调涨2万元， CRV VTI 99.9万元调涨2万元，HRV Prestige 89.9万元调涨2万元， HRVS Plus 83.9万元调涨2万元， Fit EHA 82.9万元调涨1万元， Fit Home 75.9万元调涨1万元。欢迎光临爱吃星球，今天我们就要来试吃网友推荐的好物。首先第一杯饮料就在我手上啦，我要来试喝了。真的蛮好喝的。等一下，牙齿怎么有点酸酸怪怪的啊？牙医上次有提醒我，如果牙齿开始酸痛，可能就是牙周问题的前兆。不会吧？你要不要试看看水神漱口水？对耶，除了饭后刷牙之外，使用水神漱口水也可以辅助口腔清洁哦，甚至还可以降低牙周病的发生率。我现在就来使用看看喽。每次含20毫升的水神漱口水，30秒后吐出，不用再用清水漱口哦。水神漱口水荣获国家品质认证标章，可以帮助维持口腔清洁。大家在饭后刷牙之后，也可以使用的是水神漱口水来辅助清洁牙缝间的死角，帮助降低牙周病的发生率，同时也可以帮助去除牙菌斑哦。现在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水神漱口水在中天电商平台快点购独家贩售，如果您喜欢，记得赶紧下单，同时也可以使用的推荐代码 CTI717， 全部都是小写的，可以享有折扣哦。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，别忘了 YT 搜索中天车厂家，每周三套灯到站里边，猪猪哥聊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，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点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。能够及时补充抗菌益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，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，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，比酒精啦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。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，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康。